没事，没事。哎，宝贝儿，我都快想死你了。嗯，你就回甜言蜜语耍贫嘴，我差点被人打死，也不替我出这口恶气。好啦，宝贝儿，别生气了啊，他是我大哥，他根本不会法术的。 那他干嘛追我到这儿啊？你也不想想我是什么变的？我看得很清楚，就是他没错。这个姜子牙，难道真的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吗？你这个计划很好，那就让我来试一试，这个姜子牙到底会不会发术？ 那个毒龙潭的毒龙，真的跟你是好朋友吗？毒龙跟我大姐是好朋友，你放心吧，不会要了你这条小命的。<笑>